哎呀，这太准了，别走了，往那一定，看这角度啊，这角度不好走呢。这球打三啊，打三的话点住低杆啊，叫六。六号我看看啊，角度，低杆短拉短打。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呢，打七可以去顶一下一号球啊，中杆啊，轻轻刮个边就行。这球角度有点大，但是咱们会旋转啊，看着啊，低杆的左塞，一个小搓杆，你看看这台球子，啊，这杆法你说，炉火纯青啊。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点个关注吧。